如风说梦幻，八卦天天看。一，大地买两只净台善恶马，西栅老街化身老板大地哥，一次性买入了两只净台善恶神马宝宝。作为一个化身，为什么要更新净台神马的公宝宝？大地哥给出的答案是为了整个团队考虑，毕竟打比赛的时候，这个宝宝也能套给队友使用。二，调总买第二法系耳饰，屈服孔庙法系老板调总买入了 VV 老板手中的第二法系耳饰，初始总属性达到了96点，爆得一塌糊涂。三，吕总更新160金青女头，沂水雪山吕总正在抓紧更新自己的伏战盘丝，近日他又买入了一个298防御的金青女头。四，财经哥买轮总三伤害耳饰，小梅杀159老板财经哥以56个的价格从轮总手中买下了140级的三伤害耳饰，初始伤害达到了51点，属性非常给力。五，西栅清差圆满卖号，西栅老街伏战普陀清差很多年前就在南天门打伏战，是一名非常资深的伏战玩家，在西栅老街圆了伏战冠军梦之后，他选择了圆梦卖号。接下来，风狼又要招募新的普陀老板加盟了。